3, 2, 1, action! Anyu, dimakan Anyu! Thank you for today willing to accept this interview.今天这个采访主要就是为了让观众更了解你们每个人潜在的超能力是什么。我的超能力是加速时间的运转，让时间飞逝，简单来讲就是让时间过得很快。连周杰伦都问我能不能给他一首歌的时间。我的超能力就一个字，快。他们都叫我全世界最快的男人。这样有多快呢？很快，很快，很快。这样你可以示范一下给我们看吗？可以。哎，你上一次上厕所几时？我去年哦，我今年都没上厕所。叫你几时要小便呢？不知道，可能明年。哎，有警察开始吗？那里。哦，是我打爸爸。我的超能力有一点独特，怎么说呢？就是我可以让一个人输掉一场比赛。可以的，可以的，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加油！我老，我每次一看就输。大家好，我的超能力是……哎，不好意思，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没有错啊，因为我的超能力就是隐形嘛，所以你才看不到我。那个我要，老板要什么啊？啊，我要炒粿条。你要吃什么嘞？刀冰。可以。你的超能力是什么？我的超能力是可以预知未来。大勇啊，嗯，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什么？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啊，你可以借我点钱吗？不认啊。怎么？我之前借你的1000块，你今天可以还我吗？啊！可是我现在没有钱还你哦，我下个月还你 OK 吗？啊！可是你上个月也是这样讲哦。我手头也是有点紧啊，所以借不到给你。我又不想跟你借嘞。哦，这样不要紧哦。哎，这样子你手头不紧的时候，我再跟你借喽。我的超能力是可以让一个东西变大。Hello， 你在哪里？我在家喽。我也是一个人在家哦，你要不要过来我家？啊，你一个人在家 ？OK， 我过去保护你。你们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的超能力是什么了。有力，我可以扛得起很重很重的东西。嗨，嗨，嗨，哼！所以你是在讲我重啦？我的超能力呢，是很吸引人。哦，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会让很多人喜欢你，愿意追随你是吗？不是不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たしめませばかやろ。東京京都新宿渋谷出身ムシムシ戦争時。ポケモン・ニンテンドー・ラスインガー・ナルト・サスケ変態你的超能力是超能力吗？是可以这样讲啊，就我想要变多少钱就可以变多少钱出来哦。哦，这你可以现场给我们示范一下吗？哦，现在是晚上啊，不能哦。我需要等到明天早上才能够变出来。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明天早上？哦，因为我早上才能够发白日梦啊。不不不要要看看我这样普普通通通这样子哦，我也是有超能力的，我的超能力就是我可以让一个人输掉比赛。東京新宿京都北海道 Pokemon Nintendo